金沙杯沙杯哪会着奖？嘘，卖吵啦！三二八四六一，哼，目睭沙杯沙杯，啊，搁想要拍电脑？卖吵啦！啊，即马正咧流行申请电子发票的手机条码。是啊，如果全面推动电子发票，一年就可以少砍八万棵大树。对啦对啦，生活环保上重要。我们可以用一支手机号码向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申请，取得一组专属条码列印后，粘贴在手机或各种用具上面，然后再做一下归户的动作，这样政府就会自动帮我们兑奖，中奖后奖金还会自动转入账户。有影这方便哦，我来去试看卖呢。小姐，我要买迄个一粒多，总共是400元，要使用。发票唔通用啦，我要订这个手机条码。祝你中奖！嘿嘿嘿，中奖啊！哇，电子发票中奖嘞！啊，是着偌济？200，200块而已，还阁发到这大声，200万特奖啦！真的哦，是谁那这有福气？到底是买什么物件？安那这好着？奖金啊领完，过来去买几万块啊！福气药局，嘘，嘿嘿嘿，电子发票，福气啦！